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我们看讲义，这个是第几页？26页，第二行，那么上次说到，这个长爪梵志要去找佛，辩论。那么他说：“我一切法不受。”那么佛跟他讲，那你一切法不受这个法，你受不受？那么他马上就知道啊，他堕入副处啊。就一般来讲，辩论堕副处，就是他落入错谬、错误的啊这样的地步境界啊。就是他这样的言论是失败的，或是可以被呵责的啊。就是他已经落入错误了啊。那底下是他自己想的。因为他这个时候他就说他这个听到这句话得佛语鞭引入心所以人家点一下他就知道了，就一点他就通了。然后他心里面就在想就开始有一点惭愧，觉得第一句话就让自己的这个错误显现出来了佛就让他知道其实你自己错在哪里了，所以他惭愧低头，心里面这样想：佛让我着两处副门中，就是堕入副处，就是让我陷入两种错误，就是他不管怎么说，就是矛盾了，就是让我陷入自相矛盾中，因为我说我一切法不受，那佛说，那你一切法不受这个法，你受不受？那么不管他说受或不受。都是错误我们就说矛盾错谬。好，那底下就是他想的，他说若我说有两处，他把它分作粗跟细。所谓的粗就是人家一听就知道你错了，你这样没道理那么细就是要细想才知道那粗想还不知道。好，他说若我说是见我说，这个见就是他的见解，他的观点就是一切法不受这样的一个见解那么是复处门出，故多人知就是这个初想就知道所以叫初，就是说他这种错误，那么一般人都看得出来，都听得出来那所以说是复处门出，那么故多人知，云何自言底下就是这个是他自己想的就是他心里面在想，那么很多人都知道，你说你自己说一切法不受，那现在你又说受比如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佛说他说我一切，他跟佛说我一切法不受，佛问他那一切法不受这个法你受不受？好，那他心里面在想他聪明人一听就知道，他不管他自相矛盾就是不管说受或不受都是错误但是这个错误又分两种，有粗有细那这个第一个就是比较粗的就是人家都知道你自己说一切法不受，那现在你又说受所以如果他说受，这个是你前面说我一切法不受，那佛陀问你你一切法不受这个法受不受，你说受，那很明显一听就知道你前面说不受，你后面说受，那是怎样？那不是自相矛盾吗？好，所以这个是什么？现前妄语就自云何自言一切法不受，今受是见，此是现前妄语。你前面现前就是你刚刚才讲一切法不受，现在又说我除了这个我一切法不受这个法之外，我一切法都不受，那还是受那这个一切法不受这个法也是法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现前妄语，是出户门处，多人所知，就是说一般的人不用细想，不用头脑很好，一听
你前面说不受，现在说受，啊，那就是什么？那就是错误啦，矛盾啦。那你说，你前面才大声的说我一切法不受，现在又说受，我这个法受啊。那所以是初复处门，初想就知道这样不对，这样矛盾，这样错误啊。所以这个是多人所知啊，其实就是前后矛盾啊，啊，言语有错谬了啊，其实是这样。那第二复处门系。啊，就是说，这个也是错，也是矛盾，但是你没有细想，你不知道，啊，你要静下心来细想，你才知道，哦，这个也是错。所以第二复处门系，我欲受之，以不多人之故。啊，为什么？佛说，那你一切法不受，你这个法受不受？我说这个法我也不受。哎，那听起来好像前后相符。听起来前面跟后，因为你前面就说一切法不受嘛，即使一切法不受这个法，我也不受。哎，听起来好像前后相符，没有矛盾。但实际上，你说你一切法不受，那连一切法不受这个法都不受，那你怎么可以说你一切法不受？如果连一切法不受这个法你都不受，那么你怎么可以自己说我一切法不受啊？那这个要细想才知道。这个有矛盾，有错谬，啊，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啊？这个叫做细，啊，细复门处跟初复门处，就是初想就知道，细想才知道。好，那么所以他就直接说，嗯，我欲受之啊，就是那以不多人之啊，这个人我比较不会漏气了啊，所以他心里面这样想之后，就跟佛说，一切法不受，是见亦不受，这种见解我也不受啊，就是因为这种。细想才知道啊，他比较不会难堪嘛啊，所以佛那现在佛就直接跟他说，好，那再进一步，如果你不受一切法，这个法亦不受，就是不受一切法这种法，就是见这种见解，他的见解就是我不受一切法嘛。好，那么不受一切法，不受一切法这个见解，就是这个法你也不受，那么你叫什么？你就无所受，那你无所受。跟众人无异，为什么啊？我们如果再翻回去看到880偈跟796偈，啊，就是前面啊，前面有写那个偈在22页，啊，先看21页啊，21页有一个796偈的，啊，上次我们说啊，那么各个依自见细论其正见啊，那么再翻过来22页啊，880偈不肯受他法，是名于痴人。那么这两个偈基本上是在说一般的人啊不肯受他法啊，那么各个依自见啊，就是796偈是各个依自见，那么依自法修行，那880偈是说不肯受他法，那么他法都不受啊，那么自法修行他法不受啊，基本上是这样啊，我们写一下796偈啊，就是跟880偈。那么796偈啊，是不肯受他法啊，应该是我看一下啊，不是，这个796偈各个依自见啊，各个依自见，依照自己的见解啊，那就自己就是像我一切法不受啊，也是。那么这是他自己的一个见解，各个依自见，啊，那么自法修行，通常啊，那么880偈是啊，不肯受他法，他法不受，啊，基本上是这样啊，就是只依自己的，完全不依别人的啊，他法不受。那么佛陀就跟他讲，好，那么你就是我们回到前面那个偈里面啊一样，那么他说啊，我一切法不受，佛陀就跟他说，那么你这样你就无所受啊，那么就跟一般人没有两样，一般人也是这样啊，一般人也不信别人的，也不听别人的 啊，那么何用自高而生骄慢，那你就是一般的人啊，那你又有什么好骄傲的，因为你一切法都不受啊，其他的人也不相信别人所说的啊，也不接受别人所说的观点，
他只相信自己的观点，那么完全不接受别人的观点。那么你也是这样，他也是这样，那你跟他有什么两样？那你有什么好骄傲的啊？所以啊，这样长爪泛智不能得达啊。那么自知堕妇处啊，人家堕妇辩论里面堕妇处，堕就是落入了，落入失败的一方啊，也有两方嘛啊。那你已经落入失败的一方了，就是你已经自己自相矛盾了，你没有办法，就是一般叫做可呵责处啊，落入失败处啊。那么落入可呵责处，不掩是非啊，不是啊，他是说啊，自知堕妇处，即于佛一切智中起恭敬啊。这一切智，佛是一切智人，佛的智慧是一切智智啊。那么他叫做一切智者啊，就是能够了解知一切法的智慧啊，知一切法无我啊的智慧啊，这断一切烦恼，离一切烦恼，因为所有的烦恼都从我来啊，他能够知一切法啊无我啊，从一切，这个叫做一切智啊。他后面也有很多，后面有解释什么叫做一切智啊，那其实就是指佛了。那佛有很无上的智慧，所以就从佛的这个智慧中起恭敬啊，这一切智是佛的智慧。那么生信心啊，那么智思维这样想，那我堕妇处，世尊不彰我妇啊，就是我已经落入错误失败的一方了，自相矛盾了，但是世尊只是点醒我，并没有特别彰显我的错误，没有大说就说你错哪里错哪里，没有，他只是稍微点一下而已啊。所以不言是非，就是没有呵责我，没有讲我错在哪里啊，我是怎么错的，就仔细给大家知道啊，就是没有特别的来指明我错的地方了，也就是不言是非，不以为意，就是心里面也没有特别啊，那么对于我的错误有特别的彰显啊，那所以佛心柔软啊，就是不以把彰显我的错误，那么当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啊啊，不专门在彰显我的错误啊，不会这样，因为他就是一般辩论是这样，就是要说到你难堪，说到你不堪啊，说到让大家都知道你错在哪里，让你无地自容啊，基本上是这样啊。所以他说不彰我妇，不言是非，不以为意啊，就是不以这个为出发点了、啊。好，佛心柔软啊，柔软的佛法通常是这样，柔软的相对叫做刚强啊，刚强就是烦恼相啊，就是什么叫刚强呢？你非常的固执啊，错了还不认错，那么即使你对了啊，那么就是你又要逼迫别人认错啊，那么这个叫做刚强。即使你是对的哦，你辩论对的，你错了你不认错是刚强，你对了你逼着别人认错，那个也是刚强啊。所以佛心，所以才讲佛心柔软第一清净啊，那柔软啊，刚强就难调难服了啊。那并不是说你对你就对，不一定，你对你逼着人家认错，要让大家都知道你错啊，那这个也是烦恼相，刚强相啊。所以说佛心柔软啊，这个软，这个是以前写的软啊。那么第一清净，一切语言论处啊，那么一切语言论处灭啊，就是灭，就是不于这个论义上啊，就是语言语论处，语论处就是语言论义了啊，就是辩论就是这样嘛，在语言上啊，那么互相论义辩论嘛。那么就是没有这一些叫做灭啊，就是不以论义上争胜啊，不在这里，真正的胜利不在言语辩论上啊，不在言语辩论上，得大胜身法啊。那么一般来讲啊，心行处灭啊，就前面有讲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啊，真正的实相是这个啊。那么并不是透过言语辩论，就是真理其实不是真正的实相，真理不是透过言语辩论而来的，是为证来知的啊，是离去一切烦恼相而有的啊。那么辩论有时候是一种烦恼相
啊，有时候是辩论很容易变成戏论了，辩论很容易变成戏论，辩赢了啊，你就洋洋得意；辩输了啊，你就懊恼不已啊，就跟打仗一样，打赢跟打输都不是好事，打赢跟打输都不是好事。但是你说那真理没有办法辩论吗？可以啊，但是这个辩论的心态就是你只是要彰显真理，不是要彰显自己。你只是要显扬正法，不是要显扬自己啊。这个那是，但是辩论通常都是啊，我是第一辩手，我是最能辩论的，我讲的都是真理啊。通常好像在显扬真理，其实是在显扬自己啊。那这个是，这个是一般人很容易落入的错误啊。那么胜者就啊，这个非常的高傲啊，那输者就非常的不满啊。他还是他虽然辩输，他也不一定服啊，不一定心服口服啊，因为他觉得我只是说不过你，但是我还是觉得我说的是真理啊。一般人是这样子的啦啊。那这里啊，基本上，所以辩论其实只是能够稍微说明你讲的比较有理，但不一定是对的。这个我们从律师跟律师啊，这个有的人告跟被告，那律师跟律师在辩论，那么他不一定是辩赢的就是对的，不一定，不一定哦、喔，只是他辩赢了啊。那法官觉得有理，但他也不一定真正的是有理啊，不一定哦、喔，啊，所以为什么都要请那个非常有名的律师啊？因为他能言善辩嘛，死的能够说成活的，啊，对的能够说成错的，错的也可能够说成对的啊。那说到大家啊，那么他说的头头是道啊，那大家都点头说好啊，那这样啊就，那是真的是这样呢？不一定啊，所以我们可以，但是当然有一些也可以呈现出对的啊，但不一定。但是不管第一层次就是言语上可以呈现出来，但不一定是真的。那么第二个层次这样就是心态上，你不容易克服这种辩论得来的那一种我慢傲慢啊。或是落败啊的一种懊悔，但是这种基本上都没有办法见到真正法的实相啊。所以佛法不是不辩论，佛法的显扬，正法的显扬不依靠辩论，但是六师外道基本上当时就很重辩论。那么在佛陀时代其实不太依靠辩论，就依靠修正啊，戒定慧的修正。但是到了后期佛灭后，到了六派哲学的时候，又开始重辩论了啊。那特别像中观唯识学兴起的时候，那么也是为了跟外道辩论啊，那么把这个逻辑英明引进佛教来，那么就开始重辩论了啊。那所以当然啊，佛法不是不可以辩论，但是佛法不专在辩论啊，其实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应该要知道啊，那不要就是往辩论、往论义这一个方面走，那么你会失去佛法，最后会变成戏论啊。好，所以啊，一般来讲叫做静心第一嘛，你要以心柔软为主啊，那么调伏自己的烦恼，而不是啊，那么你非常懂，你懂得非常多啊，然后人言善道。饱学饱像这个长爪饭字一样，饱读经书，能言善辩啊。那么即使是这样，你看他是带着什么心来的？带着傲慢心来的啊。那么我们如果有这种能力，通常也离不开这种傲慢啊。越有能力的人，越显现出他的傲慢啊。但是佛法不一样，佛法在像这些大阿罗汉非常有能力，但是他非常的柔软。调柔啊，你像舍利佛啊，像目犍连啊一样啊，像佛陀也非常的柔软啊。那么这些阿罗汉都非常的柔软啊。那么因为他已经把烦恼断尽了啊，那出国二国三国，那么跟一般人来比也柔软啊，他也没那么刚强，但是还是有烦恼啊，他仍然会生气，他仍然有傲慢，因为慢心是我慢是很微细的烦恼。好，所以他这里讲得大甚深法啊，因为他灭一切语言论处，语言一切语言论处灭就是
灭一切语言论住了，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言语道断了啊。那么得大甚深法，是可恭敬处，心境第一啊。所以一般来讲，叫做静心第一啊。修行是以静心为第一，那么以利他为上啊。好，那么佛说法断其邪见故，寄于坐处得远程离垢。那么通常佛法里面再说远程离垢啊，这个尘垢指的是烦恼啊。那但是它这个是个形容词啊。那么一般来讲，尘是比较粗的烦恼，垢是比较细的烦恼。那通常会把尘啊，比如说，因为尘就我们的灰尘嘛，一弄就没有了。垢是累积比较久的啊，要细细弄，大力弄啊，要有特殊的方法才能够去掉啊。那么是，所以一般会讲烦恼跟习气啊。粗跟细的烦恼啊，很多种啊，就烦恼有很多种形容词。那么，但是这里的远程离垢基本上是指断三结、断见惑啊。那身见就进去移啊，于诸法中得法眼见。好，那我们常常会看到啊，正出口有两个形容词，一个叫得法眼见，一个叫得四不坏，四不坏性啊，或是四不坏见。那么得法眼净啊，那基本上法眼净，这个净就是清净啊，那个法就是正法真理啊，眼是慧眼啊，就是清净法眼啊，通常叫做啊，那么得清净法眼啊，那么基本上就是对这个真理有这个彻底深刻真实的理解啊，基本上就叫做得法眼净。那一般来说，还有一个叫做“四不坏性”或“四不坏境”，啊，“四不坏性”跟“四不坏境”，远程离垢基本上是断三结啊。那经典在形容入圣流，入圣流就是正出果啊，入圣流啊，这个是凡圣的差别啊。入圣流基本上就是出果，正出果。那怎么样才证出果呢？基本上就是断三结啊，断三结。三结是身见戒禁取疑啊，身见戒禁取见，跟疑，疑就是对四谛不理解，对正确的修行方法次第不了解啊。那么戒禁取就是对于修行的方法有错误的理解，用了错误的修行方法跟观念，没有正确的修行方法跟观念啊，基本上是这样。那这样的话，你就不能断身见，不能断身见就不能入圣流。能不能入圣流，主要是有没有断身见。那么能不能断身见，主要是看你有没有正确的啊。疑就是疑四谛，对于四谛其实是修行的次第，修行一个正确的次第啊，正确的方法，正确的观念跟方法，修行正确的观念跟方法啊，正确的观念跟方法啊，次第啊。那么戒禁取就是你有，因为你没有正确的修行观念跟方法，是因为你已经有了错误的修行观念跟方法。非因即因，非果即果。那么四谛是正确的因果，如是因如是果的啊，苦一定有苦因，苦因一定有苦果啊，就是苦就是苦果，苦果一定来自苦因，苦因要灭，苦果才能够灭。灭一定要依八正道，不依中道，不依八正道是不可能灭苦的。那么这个观念一定要知道。那什么是八正道？要怎么灭？那这个就是方法次第。你没有正确的修行观念方法，所以你断不了身见。那你之所以没有正确的修行观念跟方法，是因为你已经执取错误的修行观念跟方法。这个是如是因如是果的，这个是非因即因，非果即果的，那不一样。你没有如是因如是果的观念，没有正确的因果观念，缘起也是一样。啊，如是因如是果，缘起四谛都是，啊，如是因如是果，
你没有如是因如是果的正确四谛修行观念，是因为你已经有了，你已经有了非因即因、非果即果的错误观念。这样的方法并不能解脱，你一直执着要用这样的方法得解脱，这样的方法不是修行，你却一直执着这样才是修行。这个果，这个不是涅槃的果，你却以为这个就是涅槃。这个不是解脱，你以为你这样就是解脱，叫做非因即因、非果即果。佛根本是无我的，你非要找出一个清净的我出来，那么认为见到真我，就是解脱，就是成佛，那么这个就是什么？非果即果，那么所以你一个，你有没有身见？你有没有身见决定你是凡夫还是圣人？你有没有身见决定你是凡夫还是圣人？身见就是以五蕴为我，色受想行识为我。好，那你有没有身见？你能不能断身见？你有没有身见决定你是凡夫或圣流或圣人？你有没有入圣流？就是你成为圣人啊？入圣人、入圣流，就是入圣者的流类，进入圣人那一个行列啊。那么一般世间就分凡夫跟圣者而已啊，凡圣嘛，十法界就分凡圣嘛，六凡四圣嘛，啊，那你能不能成为圣流、圣者之流？那看你有没有断身见，完全依你断身见不断身见来分，其他的没有。那身见断了彻底，叫做无学；身见没有断彻底，叫做有学。啊，那么基本上它只是这样而已。那么你能不能断身见，要看你对于正确的修行观念跟方法有没有建立。那这个就是四谛，这个就是八正道。你有没有正确的修行观念？你有没有正确的修行方法？错误的观念引发，就是偏差的观念引发错误的行为，会造成痛苦的结果。痛苦就是生死，就是不能解脱。你错误的观念，那么你有偏差的修道方法，你就得到不能解脱的结果，基本上是这样。所以你必须对于四谛没有疑，没有疑就是你非常的肯定，你还有一些怀疑，好像是这样，但你又不决定，不肯定是这样，这个就是你有疑。你对于正确的修行方法一直存有怀疑，所以那个心就没力量，也不会精进去修行。为什么？你有疑啊，就往生，如果你有疑，都升到边地去了。往生有疑，都升到你对于这个净土佛说的这些方法没有了解，没有了解哦，你没有了解佛在说什么，你都会升到边地去。那么你没有了解佛法，你就不能得解脱，你不能渡到彼岸，没办法。那你有疑，一个就是你已经，最主要是你已经有错误的修行观念了，非因即因、非果即果。第二个就是你虽然没有，但是你也没有正确的观念，所以你也不能断身见，你不能断无我，你不能证无我啊，因为你不观五蕴无我啊，你也不观缘起啊，你也不观六处无我啊，那你不依四圣谛修行啊，那你不依中道，那你怎么可能证无我？所以你没有正确的。但是大部分的人，当时的修道者没有正确的，基本上都是有错误的，有错误的修行观念啊。那六师外道，那婆罗门教，基本上就这两类嘛，沙门、婆罗门嘛，那都是依错误的，都有借进去。那他对于他有了错误的观念，你说的四谛八正道，他根本不是疑，他根本就不信，他根本就不信，那没呀，他也没有怀疑，他很肯定的跟你讲，你这个就不对。但是如果你，所以你先有这个借进去，你就不可能依四谛修行，你有非因即因、非果即果，你就不可能有如是因、如是果的修行观念啊。那所以这个主要是入圣流断三劫。好，那么他这里讲断三劫啊，断三劫基本上它有两种啊，一种
啊，我们写上面一点好了，你要写下面写不完。啊，入圣流是正出果，是刚进入了啊。那四双八倍啊，都是圣流啊，出果、二果、三果、四果啊。那么入圣流，那么断三减，它主要是断三减。那么通常它有两种啊，一种叫做得法眼净，这个净是形容智慧啊，也是信跟信仰啊，心净为信啊，那么清净啊，能够见这个眼是能够见，能够见什么？见真理啊，就叫得法眼净。一种就是得事不坏净。事不坏境，或是事不坏性，或叫做事不坏性啊。那么这个事不坏是佛法身界啊，佛不坏性啊，就佛正境，有时候叫事正境，它又叫事正境啊，事正境。那么佛。法身啊，就是非常肯定啊，这个法了，佛法身啊，身所证的法，佛所说的法啊，身所得的法，因为你也证得了嘛。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圣界成就，啊，就是不会再做啊这个伤身害命啊，这个造作恶业的事啊，不会了啊。那么就是出众的了啊，不会了。那么这里基本上得法眼净的，通常啊，佛有两种人，这个是随性行跟随法行。通常随法行的比较重慧，随性行的我们就性行人，比较重信啊，有慧比较弱，但是信心信尽，一般讲五根五力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这个叫随性行的人。通常随性行的人啊，他就是得事不坏境啊，或是事不坏性，或是事正境。那么法行人基本上就叫做得法眼境啊。那么这个主要是从性净念定慧五根来讲，随性行、随法行就是性净念定慧，就是五根五力啊。从这里来讲，或是性跟慧啊，性为能入。智为能度啊，比如说这样来讲，啊，它基本上性等无根呐啊，性、净念定慧，比较偏慧的，比较偏慧的，啊，那么是叫做随法行，比较偏性的，啊，基本上是随性行，但是它并不是没有慧，它是性强慧弱，然后慢慢。到最后一样是性慧一等，那么能够断三解。那么他一开始是慧强啊，那么最后因为智慧见解啊，一般我们讲叫这个基本上是所谓的性解行证的，这个基本上是性解行证啊。我们把这个写起来，写一个就好啊，就是不坏境或是不坏性，有时候叫是不坏性的啊。那么这个随性行基本上是依性解行证，是依性解行证的次第，从性开始，那最后一样有解、有行、有证啊。那么这个基本上是依啊，这个性净念定慧，这个基本上是依闻思修证啊。随法行的人基本上是依闻思修证。完全比较偏重在智慧的啊，闻思修，他这个是比较偏心啊。那么这个都是智慧闻思修证的次第，基本上是这样啊。那有得法眼净，得事不坏净。那现在讲啊，得法眼净啊，它叫做远成离垢啊，也可以叫远离成垢啦啊。那这里都是写远成离垢。
好，我们再往底下看啊。所以他这里讲，这个时候啊，常爪犯制，佛为常爪犯制讲，常爪犯制啊，那么非常的专心在听，听了之后就什么证出果，得法眼界了啊。那么这个当然是他过去生累积的善根成熟了啊。那为什么像我们现在也在听啊？那一切法不受，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得法眼界啊？那么基本上就是我们善根还没成熟嘛，啊，那所以我们必须要不断思维这个道理，培养我们的善根，啊，那善根就是善根就是智慧的啊，智慧的成熟度，啊，因为一切的善都从智慧升起，一切的恶都从没有智慧而来，一切的恶法恶业都是有愚痴，就是没有智慧而来，啊，这个《阿含经》已经有讲了，啊。那么一切苦难灾祸都是因为愚痴而来，都是因为无明，就没有智慧。那么一切的善法都是从智慧有智慧升起。好，那么这个时候舍利弗听到这个话得阿罗汉。你看舍利弗在什么时候证阿罗汉？在跟佛出家，他没有跟佛出家，他是跟善若愚出家，但后来去跟佛啊。那么十五天后证阿罗汉，他还不是，他也是在旁边听而已。因为佛在为他舅舅说法的时候，那么他在后面三逢啊，他做侍者，那个时候他做侍者，在后面三逢。那么他在为他舅舅说的时候，舍利弗在后面证阿罗汉，他舅舅在前面证出果。你看，啊，所以我们专心听，地耳色听，那么。如理思维有时候就能够成就啊，一样你看那个六祖慧能，他背着柴从路边走过，旁边有人在念金刚经，也不是念给他听的，也不是念给他听的，他忽然听到了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类似像这样的观念，就是不应住色声香味触法，而对，他不住色声香味触法啊，就是他听到类似像这样，他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就是不住声声香味触法而生，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就是他马上就怎么样，他马上有所悟。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境界，但类似他知道啊，他也不是人家也不是送给他听的，只是他不小心听到。那像我们有些也他也不一定要听到，声音只是一种启动智慧的一个敲门砖而已。影像也是，比如说佛没有听到什么啊，佛只是看到流星划过，他为什么就能够得正觉？跟流星有关系吗？跟流星没关系，他只是敲门砖而已。像这个文字也是啊，啊，它只是一个让你理解的，它从现象，也许是一个符号，也许是一种动作，也许是一种相貌，也许是一种声音，也许是一种气味。所以你看那个净土里面有一些十方净土，有一些是靠光来说法，有一些是靠气味来说法，有一些是靠那个声波来说法，有一些是靠文字啊，反正就很多种。那么这些都是符号而已，都是一种相而已，色声香味触法嘛，不过就是这个。那有一些用味道，你像香积果用味道来说法，所以各个地方的就是各个国土众生也是这样啊，众生也是这样啊。他敏锐的那个地方，他吸收外界知识，然后进入，然后转化成他的概念啊。那么不一样啊。那这里说到这个舍利弗在后面听就证阿罗汉了。所以我们常常要怎么样？常常要思维，见到所有的一切相。所以佛法叫你怎么修行？啊，从六根门头修行，叫做什么？六根清净方为道。意思是什么？啊，就是说，你看到的，你听到的，啊，那么你尝到的，你闻到的，你感受到的，你想到的，啊，不外就这些嘛。你都能够转化成什么？转化成无常无我，转化成缘起。那么你不断这样转化。就好像一个焚化炉，不管你是木头，不管你是塑胶，不管你是纸，进来都变成我的火力。
啊，就是都燃烧嘛，我都燃烧，形成我的火力。那么不管你是什么境界，不外于我们的境界，不外于就色身香味触法了，啊，那么过去、现在、未来了，不外就这样。好，那么不管你面对什么境界，你都转化内化，啊，成为你的智慧，成为你的助道，助道因缘。那如果没有，你不会没有的话，就变成什么？不管什么境界，你都累积成自己的烦恼，那成为自己的障道因缘。你执着什么，那个东西就障道你，那个东西就成为你的烦恼处，那个东西就成为你造业的地方，就成为你未来痛苦的地方，现在痛苦，未来痛苦。那么，所以很重要的就是，你看人家舍利弗在后面听，他之所以为什么他的舅舅长爪饭智这样听了，他就证出果。舍利弗那样听了就证阿罗汉，我们也这样听啊。但是每一个人的反应，每一个人的认知都不一样。啊，这个就是下雨，天下雨，一只草，一棵树，一只牛，一只象，一只蚊子，都吸这个水。啊，那蛇吸了水变成毒，树吸了水啊抽叶开花，牛吸了水变成乳。啊，一般经典常说的就是同样喝水，一只牛喝了水转化成牛奶，一只蛇喝了水转化成毒。它这样长大嘛，食物也一样嘛，饮食跟饮跟食啊，基本上它转化成它的毒素用来伤害人。牛奶转化成就牛转化成牛奶啊，那给他的小牛吃啊，或是给人取用啊，那么可以利益人。所以所有的境界都一样，因为我们认知的境界，它会经由我们的内心意识了别啊。所以一般来讲就两种法啊，叫做事所事，智所知啊，就是说你有智慧所了知的，跟你没有智慧用虚妄分别去认识的啊。那么区别就是凡夫所看的境界跟圣人所看的境界。那么你虽然还没有成为圣人，但是你用类同圣人的就是这样的方式去了解你所遇到的境界，那么你就很容易成为圣者，这个叫做相解脱啊。好，所以我们再往底下看啊，所以他这里说啊，这个长爪梵智，后来长爪梵智证出果之后，通常证出果有两种现象，一个就会出家，因为他已经见法了，一个没有，一个还是继续在家啊，但是他已经证出果了，他会怎么样啊？他会就是真正的皈依三宝啊。那我们现在的皈依都是名字皈依而已啊，都不是真皈依啊。那遇到有一个啊，这个外道来了啊，表现出神通啊，你就向着那边去了啊。那么所以基本上啊，一般证出果之后，很多都是马上出家，但是有一些也不一定啊，像佛弟子有很多人证出果啊，但是在家的很多人，像须达多也证出果啊，啊，那么他当然一开始证出果，那后来好像证三果啊，啊，不晓得后来是证什么，但是就是说他一般很多在家弟子也证出果啊，但像毗舍区夫人，他也证出果，他七岁就证出果了啊，但是他也一直都没有出家啊，他所以不一定，但是如果证三果多数会出家，证三果，证出果还不一定。证出果还不一定，但是因为这个摩诃居士罗，他本来就是梵智，本来就出家，他本来就出家啊，就是梵智，所以只是说在佛底下出家啊。那所以长爪梵智出家做沙门后得啊，他说得大力阿罗汉，大力是形容阿罗汉的啊，因为跟出果、二果、三果比啊，他是无学，他是大力啊。那么这个出果、二果、三果啊，这个是小力啊，就是力量比较小。那我们呢？我们无力，啊，我们根本就没有啊。好，所以若长爪梵智不闻般若波罗蜜气氛，假设他没有这样听啊，那么就是他告诉他，其实你所有的执着，是重点在所有的执着。其实后面还有，他不是讲这样而已啊。佛后来跟他讲受缚经。受缚经，什么叫做受？
啊，我们不要误会说哦，这样就是他就只是这样啊。那么你一切法不受，然后你就证出果了，不是？啊，他后来跟他讲什么是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啊。那这些受从哪里来啊？那触受爱取有嘛啊。他是跟他讲所谓的受缚经，就是云何为受？像跟大迦叶讲什么叫做火，三迦叶是拜火的外道啊，他就跟他讲什么叫做燃烧，因为火要保持燃烧啊。好，他就跟他讲什么叫做燃烧，贪嗔痴在燃烧，五蕴在燃烧啊，告诉他五蕴无我的道理。那么这个受缚经就是跟摩诃后趋之者说的，什么是受啊？苦受、乐受啊。那什么是苦受、乐受？后来也是跟他讲无我的道理，他由这样才证出果的啊。并不是说这样辩论完了，我一切法不受，然后再证出果，不是。他证出果一定要断三结，我们刚才讲过，他一定要断三结。那么断三结里面，其实不是断三结，重点是断身见。证出果一定要断身见，啊，刚才我们有讲啊，一定要断身见。只是说断身见一定要有正确的方法，一定要有正确的观念啊。那么断身见一定是无我，这个身是五蕴。五蕴身，或是六畜身，啊，或是六畜身。那六畜就容易讲到受，啊，啊，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色身相，根前是合耳身处，畜身受，啊，所以观受是苦，啊，观受无常，观受无我，啊，那么这里啊，五蕴无我，啊，六畜无我，啊，那么所以基本上一定要是断身见。断身见一定要对这个五蕴身心，或是由境界而来的身心的感受，啊，这个是身心的本身，五蕴是身心的本身，受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嘛，啊，那色受想行识也有受，啊，受想行识，它也有受啊，这个是我们的心所感受，啊，那么你一定要去了解，这个其实不是我。这个其实也不真实，那么你才从这里，你才六处，啊，六处是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那么产生的处，产生的心所，产生的心所，啊，跟尘世合耳身处，处具受想思，啊，一样受想行、受想思一样，啊，那么它是这些怎么来的？这些就是从六处，六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那么再经过事的了别，然后产生这些心所来。那你要去理解这样的一个过程，它其实是没有自信的。那如果说摩诃居士有，他如果证入圣流，他也是要断身见啊。那并不是我们如果只是看到这样，我们会觉得哦，那这样他怎么断身见啊？不是啊，佛陀跟他讲，那什么是受啊？那从这里，啊，他断了身见，他这里是简单说的，好，所以他说这个就是般若波罗蜜嘛，啊，就是般若波罗蜜，其实就是啊，这个离一切苦的智慧啊，到彼岸的智慧了啊，他其实到彼岸的智慧，那到彼岸就是离生死之苦解脱的智慧，那么离四俱第一义相应法，啊，这个是离四俱，就是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离四俱。绝百非，这个是第一义，啊，就是它相应于这个，就是它去掉这个执取啊，内心的执取。假设，因为这个离世俱第一相应嘛，是在形容这个般若波罗蜜，啊，它是离世俱，就是现在这里讲的就是你不要落入细论了，啊，那你如果落入细论，那么你就没有办法进入般若波罗蜜，所以般若波罗蜜是离细论的。啊，那细论基本上四句，啊，它是离四句，就是没有这个有无啦，亦有亦无，非有非有，这个它是第一义的，啊，第一义就是那不可言语道断心行触灭的，啊，要跟这个相应，啊，那所以如果他没有这样，不听到这个般若，依这个般若，依这个般若而能够离他原本的执取，跟第一义相应，那么小信尚不得，何况出家？就是说，那么他对佛甚至小小微小的这个信心都没有，那信心没有，他怎么可能跟佛出家？那所以啊，佛要导引
这样的大论意思，因为大论意思前面有讲过啊，摩诃俱迟罗啦、舍利弗啦、目犍连啦、啊这些种种啊，那么暹尼啦、婆伽啦、瞿多罗啦啊，那么所以啊才会说这个是立根人，所以才会说般若波罗蜜。那后面会讲般若波罗蜜是为立根人说的。好，我们先下课。
好，我们继续看。那前面啊，举了这个摩诃拘迟罗的故事，来说明为什么要说摩诃般若波罗蜜啊。我们现在还没讲到大智尊的这个解释经文的部分啊，要从如是我闻，这个是从第二卷开始。那么前面一卷都在说为什么要说摩诃般若波罗蜜啊，其实也是说为什么会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出现在世啊，像说为什么佛会出现在世间，因为世间有老病死啊，那佛要引领大家离苦得乐，离生死苦得解脱乐啊。那现在问的是，那为什么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会出现在世间啊？那讲了非常多的理由，那前面讲的是第十七个理由啊，因为要让这一些大论师啊，就比较有智慧的这些有善根的大论师，那么能够啊，那这些立根人能够借由佛的引导而能够得到啊真实利益，所以要说摩诃般若。因为这些论师，如果你不用般若的这样的观念去引导他，那么他就变成，因为般若就是离系论的，他就会变成执取在这边。虽然他用了很多精神，用了很多时间，用了一生，但是的这个努力，但是他没有办法得到啊真实利益啊。所以为了这些人，要说摩诃般若波罗蜜。好，其实就是说般若的作用了。好，那么可以引导这一些啊饱读诗书的人，饱读经书的人啊，啊那么能言善道的人啊。好，那第十八个啊，第十八个就是要说诸法实相啊，就是要讲一切法的真实现象。他说复次，诸佛有两种说法啊。那这个第一个观人心啊，那第二个观诸法相。那观人心就是水可渡者啊，就是我们叫做观机斗教了啊。那么看这个人，那么因为佛法是以人为主的，所以通常佛度众生，所有的佛都发度一切众生，度尽一切众生的愿啊，就发菩提心嘛。菩提心是不舍一个众生的，要发度一切众生的愿。但实际上的佛没有办法度尽一切众生，所有的佛都发要度尽一切众生的愿，大愿，但是实际上没有佛可以度尽一切众生。但是从广义上来说，佛也是度尽一切众生。为什么呢？因为一切众生就把它分作三类，那么以善根有没有成熟不成熟来分啊，通常是这样啊，有善根跟没有善根，没有善根的让他种下善根啊，通常是这样。那么写在这里好了啊，没有地方写了啊，通常是以善根有没有善根来分，善根就是啊，那么佛法的这个智慧，那么善根的有跟没有，有跟没有，那么众生大概就分这两种而已，有善根没善根的啊。那么没有的话，种下先让他种下善根，未来可以得解脱啊，种下善根。那么有善根的话，又分两种，成熟跟不成熟的。善根成熟的就是具足的，善根不成熟的，这个已经有善根了，这个没有善根的要让他种下善根啊，听闻到佛法啊，那么能够去想个思维。那么有善根的有分成熟跟不成熟，不成熟的只能让他成熟，令成熟。那么没有善根的令种善根啊，令种善根。那么有善根但不成熟的只能令成熟，能够 令善根成熟，令成熟。善根成熟的呢就令得度，就可以得度啊。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得度之
这是发菩提心，所有的菩萨都发这个大愿。那佛当然也是菩萨道，他也是发这个愿啊，他要度尽一切众生啊。但是实际上他也有度一切众生，但没有办法度尽一切众生。他实际上有度一切众生，那度一切众生，众生不管卵生、胎生、湿生、化生，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不外乎是有善根跟没善根这两种，就这两种。那没有善根的，因为遇见佛让他种下善根，未来得度，什么时候不知道，但未来得度。那么有善根的，成熟跟不成熟，那么不成熟的让他成熟，什么时候可以得度也还不知道，但比较近，跟没有善根的人比就很近了啊。那么未来可以得度，也许是下一生，也许是下二两生啊，不一定。那么有善根的这一世就得度，让他有成熟的善根已经成熟了，这一世就让他得度啊，其实是这样。好，所以他这里讲啊，那么这个观人心谁可度，二者观诸法相啊。那今佛欲说诸法实相，说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啊。但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主要在说诸法实相，那诸法实相重点在具足善根，就是立根的人啊。为立根者，其实就是比较为立根的人说诸法实相啊。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这前面的通常啊，我们说佛法基本上就两种，一种叫做契理，一种叫做契机。那么契理就是符合这个诸法实相的理，那么契机就是符合这个人的根性啊。那佛法不离开契理跟契机啊。那契理比较直说这个理，那么契机就不是，可能要婉转，要拐弯啊，要渐次啊。那么依这个人的根性来说，好，那么这里说到佛为众生啊，这个《大智度论》卷二十六啊，我们这个没有写，就是写他本论《智论》卷二十六，佛为众生分别说法啊，基本上不离开契理契机。好，那大概我大概整理一下啊，就是大概这五点啊，全部有五点啊。那么第一点，我们看一下，于五众中着我者啊，在五蕴里面啊，他说讲五蕴就是说五众啊，就着有我的、着我相的。基本上就是着我相的人，对着我相的人说什么啊？这个但有五众无常苦空无我啊，就是说有说有五众着我相的，说这个五众是无常苦空无我啊，就无我了。那么不着我的说有我，那知道这个假名相啊。那么就是分你执着有我跟执着无我的。啊，那执着有我的就跟你讲无我，执着有我的就跟你讲无我。那么执着没有不执着无我的人，就直接讲我啊，因为你不执着嘛，所以说出来对你没有你不会成为你的障道法啊。那你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的这个我啊，所以就直接讲啊，那么有我啊，我过去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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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那么第二个为无后世，就是说。断见的人，为断见的人，这个断见就是没有因果，没有后世，没有过去世，没有未来世啊。那么这个人说有我啊，因为他断见嘛。如果常见的人就不能跟他讲有我了，断见的人要跟他讲，其实这个我是有的，因为你要受业报啊啊。那为一切法皆空无的，这个也是断见，但是这个是空的断见啊，就邪见说有一切法，实际上。有因就是说有因有缘世间集，正见世间集，世间是有一切法的啊，他不会生无断见啊，那不生无见就是不生断见啊。那有因有缘世间灭，正见世间灭者不生有见啊，就不会执着常见啊。那所以就是要看你执着的是什么，重点是去掉你的执着，法是要去掉你的执着。如果声音可以让你开悟，那么就用声音让你开悟；如果光可以让你开悟，那就用光的变化让你开悟啊。那么如果气味可以让你开悟，那用气味让你开悟啊，一样的道理嘛。好，那么第三个为不太立根的众生啊，就是比较钝根的说无我。
那么为立根的众生生智的众生就是什么？就说空啊。那么为在家总说有罪福业报，有父母有罪福有业报啊。那么为出家人多说，为出家人多说无我无法啊。出家就是要求解脱的嘛，那无我才能解脱啊。那在家不求解脱，他求幸福快乐，所以要跟他讲啊，你怎么样可以怎么样可以幸福，怎么样会痛苦啊？那都是一业而来，那这些业啊，就跟你讲有这个东西啊。那么如果出家的，那跟他讲无我、无业报、无作者啊。但是这个不是说，这个不是说没有业报，而是说业报也不是真实有啊，它是依这个心的变化而有的啊，所以。烦恼也不是真实有，烦恼亦是虚妄，啊，那么也不是真实有这个贪嗔痴的心性啊，心也不是真的，因为烦恼是从心起来的嘛。那烦恼是真实有的吗？也不是啊。那么信等第五个，信等诸根未成就者啊，我们刚才讲，就是说他这些信等，就是信尽念定慧啊，信尽念定慧啊。这些诸根，五根就没有五力，没有五根就没有五力嘛，啊，那么未成就的，啊，不成熟的啦，那么就说诸善法，让他舍去恶法，啊，让他断恶修善，啊，就说这个。那么已经成就的，那就不说断恶生相了，像跟他讲诸法，没有善根没有成就的，就是信等诸根未成就的，这善根没有成，善根有两种，一种就是信尽念定慧五根善根。一种就是无贪无嗔无痴的，专门以智慧而说的啊。那么这个善根没有成就的，跟他说，你要修善断恶，法一切法有善有恶，你要断恶修善啊，修善断恶。那么善根已经成熟的，就不跟他讲一切法有善有恶，而是讲一切法空无所有，一切法毕竟空，无我无我所啊，就是这样。那么这个就是啊，为众生分别说法。好，这个是二十六卷二十六里面说的。好，那么所以他这里讲啊，诸佛有两种说法。第一个随观人心可度者，啊，就随众生的根基，啊，我们叫气理跟气机嘛，啊，随众生的根基而说法。第二个观诸法相，啊，就只讲诸法实相，啊，那么现在说般若是为了直说诸法实相。啊，其实是这样。他说：“如相不相品中，诸天子问佛。”啊，那么是般若波罗蜜甚深，云何作相？啊，如果依原文来讲，啊，他是说何等是深般若波罗蜜相？啊，我们看这个，啊，如果依原文来讲啊，何等是深般若波罗蜜相？那这里的文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再来对照，我们对照看啊，那么。这里的文是说，空则是相，无相无作相，无生灭相，无形之相，常不生如性相，即灭相等。好，那么因为它是引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啊，那同样的在其他的，比如说《梵光般若》，你类似但又不完全一样啊。但它这里引的跟它后面经文的也不完全一样啊，就翻译的问题，它没有把它。就是前面的翻译跟后面的翻译是一样啊，所以他这里引用那个，我们来看他的原文啊，就是这个都是鸠摩罗什翻译的 啊，但是他在般若经翻译的是这样子啊。那这里前面说，就是说佛告诸天子，指的是欲界跟色界诸天子啊，那里面有讲啊，欲界跟色界的诸天子啊，欲界跟色界的啊，佛告诸天子是欲色界诸天子。好，那么《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十四啊，这个出在相不相品，这个出在《摩诃般若》，他是这么问的：何等是深般若波罗蜜相？啊，那么这个空相是啊，这个底下就是这个这里深般若波罗蜜相是深般若波罗蜜相空啊，那像这个梵光般若就写无相无愿啊，叫空无相无愿，那无相无作。无起无生无灭无垢无尽啊，那我们可以对照看，它不完全一样啊，它没有无垢无尽啊，它有一些啊无生灭相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解释这个这里的。那么无所有法，
无相无所依止虚空相，这个是声波罗波罗蜜相，如是等相是声波罗波罗蜜相，这一些啊，就这里是这里是指这里的啊，这些，然后这里是指这里的，然后这里是总说总说全部，这个是声波罗波罗蜜相。因为他在问那什么叫做声波罗波罗蜜相啊，这个声波罗他只是在说明啊，比如说缘起甚深，涅槃甚深，复甚深啊，这个这样的概念，就是说一般人一样是见法，但是究竟不究竟，彻底不彻底还有差别啊。那么一切显现皆以无为法有差别，好，所以所见的智慧的深啊也还是不一样。那声波罗波罗蜜就是实相啊，就是实相，诸法实相。那么佛为众生用世间法说，非第一啊，这个不是第一啊。那么如是诸相，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不能破坏。好，这个是他的原文。好，那我们来看他这里的文啊，不完全一样，可以对照看。他说空则是相啊，意思就是他简略了啊，空则是声波罗波罗蜜相啊。如果照他的原文是这样，空相是声波罗波罗蜜相，无相无作相啊。那么如果这个依他的原文是无相无作无起，无相无作无起，无生无灭。好，那么他这里的文啊，无相无作啊都有了，无相相啊，基本上如果要讲的是就是无相相，应该讲无相相，或是说因为他逗号嘛，无相无作相，这两个是要挂号的啊，就是无相相分开说就是无相相无作相啊，那么合起来就是无相无作相，就是要一个刮弧啊，表示说它是指无相相无作相啊，不然你这样每一个都逗点，就变成无相是一个，无作相是一个，无生灭相是一个，不是，是无相无作这两个要刮弧起来，那么就是无相相无作相啊，不然你就把无相后面再多一个相啊，就是无相相无作相，然后无生灭相，所以它原文是无相无作无起，无作无起啊，那么底下啊，因为它后面没有一个无起，然后多一个无，然后就是无生无灭啊，它这也是无生灭相，一样是无生无灭。好，那么但是后面有一个无形啊，无生无灭无形啊，那后面又有啊，这个常不生啊，但我们现在就一经文来解释。因为一大智论来解释，啊，第一个什么叫做声波罗波罗蜜相？第一个是空，第二个是无相，第二个是无作啊。无作有时候叫无愿，无作有时候叫无愿啊。那么当然啊，像我们讲实相啊，那么实相也可以说是无作，因为非佛作，非一人作啊。那一般来讲，也可以讲无不假造作啊。那有时候三三昧是空无相无愿，像这个放光波的，他就直接翻无相跟无愿啊。放光波的一样，他叫做问相品啊，这里叫相不相品。他说什么叫做声波的相，就是无相无愿无形啊之相啊，基本上是这样。他直接讲无相无愿无形啊，就是无作就是无愿。好，那么另外有一个无生灭相啊，其实实相基本上是不生不灭的。那不生不灭的就是无形，无形就是什么？形就是千流变化。那么形是诸形无常，这个形是有为法啊，那不是有为之相啊，就是不是造作的，不是生灭相的。所以无生无灭之相其实就是无形之相啊，因为诸形无常嘛，但是它不是无常啊啊，这个实相涅槃真如啊，这个是不生不灭的啊，无生灭相的。所以既是无生灭相，就是无形之相啊，既是这样。因为形就是什么千有变化，它是有为法，它就是什么，它就是有生灭，有生灭变化啊。那么他说常不生，基本上常不生相如性相啊，那常不生就是它本来如是的啊，就是说它不会有，因为有生就一定有灭啊，因为基本上这些都是跟前面都是一样的。比如说好，那么生灭相，生灭相就是形相，形是生灭，千有变化，生灭相就是变化相。那么无生灭相就是无形相
啊，其实是这样。那么既然是不生不灭，当然是常不生啊，啊，就是它不会有生，它就不会有灭。所以常不生，其实无生灭，它就无生啊。它而且它不是，它是一直都是无生，本性如此啊，法性啊，法住。那么就是它一直是这样，就叫常不生嘛，啊，那法性法住啊。那么所以它这里底下说如性相，那么如性就是如所有性。一般讲如所有性尽所有性啊，这个我们讲过了，就擦掉好了。好，把这个擦掉。这里讲的如性相，性就是法性，一切法的自性。自性就是什么？就是空，就是无所有。啊，那通常啊，这里的如性相。如性、如实性、如其性、如其实性啊，那么其实就是空性。那通常是讲如所有性。佛法里面有两个名词、两种概念，一个叫做如所有性，一个叫做尽所有性。啊，这个我们比较少听到了啊。啊，这就是名相的东西啊，尽所有性。所有就是一切法。啊，那么尽所有性比较是一切法，一切法我们简单讲是一切法的差别相，啊，一切法它非常就是种种的差别相，啊，好，一切诸法的无限差别相啊。简单讲啊，一切诸法的无限差别相，种种差别啊，长啊、短啊、好啦、不好啦、善啊、恶啦，啊，那等一下后面会有两种法啊，一切法都有很多种法啊，善跟恶、好跟不好啊、男跟女啊、大跟小、长跟短、有为法跟无为法、有漏法跟无漏法啊、缘起法、非缘起法、缘生法、非缘生法啊，非常非常多。好，那么一切法无限差别相。这个是事相上的，啊，有无限的差别，啊，尽所有性。那么如所有性，就是一切法的平等普遍的空相，一切诸法平等普遍的空相，这也就是共相啊。所以一切法都无常，一切法都无我啊，其实是这样，平等普遍，啊，法界、法性、法住、法界、空相。空性啊，那么也可以讲空性了啊，那可以空相或空性啊，这个讲差别性啊，那么一样。好，差别相跟差别性啊都可以啊，都是啊，空相跟空性，那么这个是啊所谓的如性相，如性啊，那么如所有性，尽所有性。那即灭相啊，那所以基本上都是一样，空就是无相无作，就是无生灭，就是无形啊，无变化，就是常不生，就是如所有性，就是即灭相啊。即灭相也可以讲即灭性啊，都一样。就是他说有什么相，他说怎么样分别，要看这个相啊，那就是他的自性。好，那这个我们就。说到这里啊，再往底下看，第十九个，欲说无证论处啊，都有两种说法啊。他这里又说到两种说法啊，前面十八也是有两种说法。啊，第两种说法是观人心跟观诸法相，那这里有两种说法啊，说的是证处跟无证处，就是可证的跟不可证的啊，就我这样说来，你是没有办法跟我辩论的，
来说我的错在哪里啊，就没办法，不可证啊，就没有可证处。那一个就是有可证处啊，所以这里就是有证处跟无证处啊，这里讲证处不证处啊，其实就是有可证处跟无有可证处啊。好，证就是辩论了啊，就是破坏。那么这里说到啊，证处如于经说啊，那于经就是其他的经啦 啊，其他的经有讲啊，那有善啦，有恶啦，有业啦，有报啦啊，这里啊，那底下二十也一样啊，那么于经都是其他的经说什么什么什么啊，那都有讲这个啊，那底下于经都是其他的经啊，就是般若经是一类，般若经在讲实相的，现在讲实相的啊，那跟讲一切法的差别相不一样啊，那比如说讲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凡夫有圣人啊，那么这些，那么这个就是啊其他的经，那般若经专门在讲啊，就是主要专门在讲一切法的实相，这个是无证处，所以就把般若经，所以他现在是在说明为什么要说般若经，有那么多经了，有那么多经了，你为什么还要说般若经？其他的经讲的不明白吗？不是。所以说，那么般若经专门讲无证处，啊，就是讲诸法实相，其实是这样。那为什么要这么讲？就是要讲这个理由啊，这是第十九个理由啊，就是说般若经比较是属于无证论处的，因为它讲的是诸法实相。那么一般的经当然要，因为要依众生不同的层次、根基，那么所以说不同的法，所以这一些是有证论处。啊，很简单的，比如说色法到底有没有无表色，有没有证论？有。到底有没有中阴身，有没有证论？有。到底如果有中阴身，那么中阴身可以多久？是一天？是七天？是49天？是无限的延长？有没有证论？有。到底有没有五道？到底是五道还六道？有没有证论？有。啊，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就是证论，就是有意义，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见解，有不同的说法，啊，那烦恼到底有几个？心跟心所到底是一还是异？有没有争论？有，啊。那么这一些我们很明显的就是佛法里面这个都佛说的啊，但是佛弟子有没有争论？有，啊，外道跟佛法有没有争论？有。那么这些就是可证论处，啊，就是证处嘛。所以于经中，其实大家都研究经典，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部派？一样是研究佛说的，为什么有那么多部派？见解不一样嘛，啊，重点在讲这个啊，所以说证处如于经中说，啊，基本上叫做有证处无证处啦，那这里叫做证处跟不证处啊，那一般说有证处跟无证处。好，那么这里经义名无证处啊，所以他这里也讲。他前面说不证处，啊，后面说无证处，那其实重点他主要是说有证处无证处。好，故说是般若波罗蜜经，有相无相，有物无物，有一无一。好，现在在讲这个，好，我们把这个稍微，这个比较复杂一点点啊，但是阿毗达摩就是这样。那后面有很多这种啊，他引阿毗达摩的引非常多啊，那么他在分别这一些法，这个是阿毗达摩的啦啊，那阿含经里面不一定有这么分啊，但是他很多都是以阿含经来分的啊，他这里讲到啊，这个有相，这个是于经的啦啊，有相无相，有什么啊，有相无相，有物无物啊，我们稍微把这个，啊，有相无相，有跟无，这个是很明显的二法啊，二分法了啊，有物无物，有一无一。有对无对，有善无善，
世界非世界。好，他只是举出这几个例子而已啊，亦如是，这个是有正处啊，那么这个是有正处的啦，就是说有对的啊，那么。这个我们先来看这个好了啊。那么通常啊，这些是对法的分裂，对法的分裂在阿毗昙里面非常的多啊。那像长阿含里面啊，那么它基本上就有所谓的二法啊，那么有从一法到十法啊，一法有几个，二法有几个，三法有几个，这是阿含经里面的。到了部派啊，这是。那比如说我们想要写下来好了啊，长阿含啊，长阿含里面啊卷八啊，它从一法啊到十法啊，一法二法，二法里面这个都是很明显的二法，这是二分法，把一切法有二分法啊，叫做二法啊。比如说分有为，从生灭变化来讲分有为无为，从烦恼来看分有漏无漏啊，那么从这个业果来讲，分善恶苦乐罪福啊，反正就这样分了 啊。那么这个是二分法，当然也可以三分法啊。三分法就善恶无忌啊，苦乐不苦不乐啊，反正就是这样。好，那么这个有所谓的佛说的一法到十法，那么我们引的这个啊，基本上啊，比如说啊，阿毗昙里面众四分阿毗昙。众四分阿毗昙论，这个里面啊，他卷四啊，大家如果有可以去看一看啊，但这个比较复杂一点啊，那没关系，我们就给大家知道一下。那么他在讲这个一切法，那里面总共二法，他从二法列到啊十一法、十二法、十法、十一法、十二法、十八法、二十二法、九十八法。啊，就这样，一直佛说过的，有关数字的，有关数字的啊，全部啊。但是你要知道，这个部派里面对于这一些说的都不一样。如果你把啊所有有分类的法全部拿起来对照看，彼此说的不一样。就好像说，到底我们一个人到底众生到底有哪些烦恼？哎，大家说的也不一样啊。那么四千列的只是把归纳出来、整理出来的而已。那么我们就二法来讲啊，它二法总共这个一对，这个算一对，一对有两法，一对都有两法啊。这里像这里举的是几对，一二三四五六，就六对，六对十二法，这只是举例而已哦，举例而已哦，六对十二法。那么如果众师万万比谈，它有几对呢？108对。他可能是特别举的啦，108对，总共有216法，啊，这个只是二法哦，还有三法、四法啊，就更多了。那如果是像这个十住毗婆沙论，93对，186法，啊，十住卷二，十住毗婆沙论，啊，我们可以对照看的。那我们对照之后再来看，那他讲的是什么？因为你要比对嘛，因为他翻译的，他到底是因为翻译的不一样啊，但有一些一样，我们可以对照啊。十住卷二的是93对啊，93对就乘以二啊，6×2=8，186法啊，那这个是216法啊，那93对，108对啊。那另外像瑜伽师地论里面的，瑜伽师地论也有啊，那么智论卷二十里面后面也有想。那么大智论论很多都提到阿毗昙的这一些法，提到阿毗昙的这一些法。好，那么但是就这里来说啊，我稍微给他比对一下了啊，就是说他说的那些法里面跟这里有关系的。好，那我们只要啊针对解释大智论论就好了啊。那么先来讲啊，有相无相啊，那么相当然就是。啊，有相跟无相，可见不可见啊。那么就是有这个相，那可见啊；无相啊，不可见啊。就是有这个相，无这个相，这个比较容易，相跟性嘛。有物无物比较麻烦
啊，就因为你其他的，不管是众师分阿比昙，不管是十住，不管是瑜伽师地论，啊，或是其他的这个论点里面，都没有提到啊，我还没有找到，可能我还没找到呢，都比较没有提到啊，甚至是自论里面本身的都没有讲到所谓的有物无物，啊，那么我们跟它比对啊，可能是有果无果啊，不晓得啊，比较常见的是有果无果，很可能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啊，果报的东西啊，但是有物无物到底指的是什么啊，或是指色法非色法啊，不清楚了啊。啊，这个比较复杂一点啊。那有相无相是很多地方有一无一。好，我们先来讲一下有一无一。有一基本上，如果依瑜伽师这边来讲，有一是有余一，无一是无余一啊，那就是两种涅槃啊，有余一涅槃跟无余一涅槃啊。那如果依瑜伽师这边啊，十六地、十七地就是瑜伽师这边是讲十七地嘛，十六地是有余一，十七地无余一。啊，从修行到正果这样，啊，所以这个主要依瑜伽师地论来说是有余一跟无余一，其实就是有余一涅槃跟无余一涅槃。好，那么这个是依瑜伽师地论里面说的哈，有一是有余一，有余一跟无余一，有余一涅槃。指的是有余一涅槃，就是这个法啊，就涅槃有分两种，有余一涅槃跟无余一涅槃，它其实就是把一切法都二分了 啊比如说色法非色法，心法非心法啊，那这个也是二种分，善非善，恶非恶，也是两种分啊，那么一样啊，那么无余一涅槃啊，好，这两种。有对无对啊，有对无对，下面就有解释了啊。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的解释啊，有对无对啊，157啊。那么基本上是有障碍了啊，有障碍就是有对，一般叫做执碍，设法有对啊，不可见有对，可见有对啊，不可见无对，这下面有啊，就是不可见有对，不可见无对，就是第二十三种那里。啊，它有可见有对，不可见有对，不可见无对，就有对无对，有对就是有障碍啊，就是你占空间啊，叫做执碍；有执就是有这个物质，它占空间啊。那无对就是不占空间，有没有色法不占空间的？有无表色啊。那戒体有些时候是无表色，它不占空间啊。那所以这个叫做无对啊，就是无对其实就是无碍啊，没有障碍啊。啊，无对有时候那么浮碍啊，障碍一般叫做执碍。这个有物质，那么有障碍，啊，就占空间了。那么占空间就是这个法放在这里了，其他的法就放不进去了。这个板擦放这里，这个笔就放不进去，要把板擦移掉，这个才能放进去。它笔放这里，板擦又不能放啊啊，所以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占空间，这个叫做有碍有对啊，有对无对。好，那么。这里是有对无对，那底下有解释，那基本上就是有障碍跟没有障碍了。好，好，那这个我们就比较知道。好，那另外啊，所谓的有上无上，好，那这个有上无上，基本上这个是阿毗达摩里面的。如果是大圣的话，那当然佛的是无上菩提，声闻的是有上的，因为声闻上面还有佛嘛。但是在这里主的就是涅槃是有上，啊。那么其他的是嘛？其他的法是有上，涅槃才是无上。好，如果是啊，这有对无对，底下就有障碍无障碍啊，其实就是这样而已，有障碍，无障碍。好，那有上无上，基本上是这样啊。我们把这个擦掉。因为阿毗达摩，因为这个都是阿毗达摩的分法了啊，这个是佛。龙树引用阿毗达摩的。好，那么我们可以把一切法通常啊分成有为法跟无为法。啊，俱舍利也是这么分的啦，有为法无为法。那有为法，有为法通常啊，我们依部派的哦啊，色法、心法、心所法
跟不相应刑法，心所跟不相应，不相应刑啊，就心不相应，好，不相应刑法。那么这些法啊，不相应，不相应刑。好，那无为法，依据舍论，我们依据舍论，非则灭，虚空，非则灭。跟则灭，则灭就是依智慧的检择而灭除啊一切烦恼，那这个就是涅槃。那么，所以它就是这样分，一切法，这个叫做有上，这个叫做无上。有上法是指除了涅槃之外。除了涅槃之外，瑜伽师也是这么说的啊，部派也这么说，就是说除了涅槃之外，除了涅槃之外的一切法都是有上法。那涅槃当然就是无上法啊，其实这么分的啊。那这个是有上法跟无上法。那这个世界跟非世界，其实就是世间跟非世间啊，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就是非世间就出世间法啊。那这个是龙树稍微引用里面的这一些种种的，有几百种啊，有几百对啊，一百众师分阿比昙引了一百多对，品类主论里面也有啊。那么我还没有跟他算几对，他说我再算这两个就很多了啊，就是非常的多。那龙树引了几个而已啊，但是这个我不知道，有无无就没有看到有无无的分类啊。通常可能是跟他比照前后比照，可能是有果无果。不晓得啊，但我们稍微知道。好，那这个是两种法。那当然有三种法、四种法啊，那我们稍微来看啊，后面就很多了啊。后面在大智论后面引了非常多这个啊，那我们只是这个简单的，我们先知道。好，所以啊，他说亦如是啊，就是这一些都是二分法。那么这一些其实都是有正法，就可分的啦啊。那么那这一些到底，那你这里是归在哪里啊？比如说有为法、无为法啊。那么虚空到底是不是无为法啊？那么因为它重点在不生灭啊。那非则灭无为啊，到底啊，那么是不是无为法啊？那这种啊，比如说色法里面那无表色到底有没有？那像这类的啊，那这个其实都是正处，就是大家会有见解不一样的地方，看法不一样的地方，因为看法不一样，所以就会争论嘛，会争论啊，不是这样的，应该是这样的。好，那么这里就问了，那佛那么慈悲，那么为什么不说无正法就好，还要说个法，然后让大家那起争论？啊，就为什么要这样呢？为正法就不要说了，直接讲无正法就好了啊，让大家不会因为起争论的。好，为什么？因为言语相，语言本身就是世间法，世间法本身就不彻底不究竟，因为世间法我们说过，都是因为世间可见的、可说的，他才用这个语言来形容他的。他不出这个世间，所以世间法本身就是正法啊。所以那无正法是无相，常即灭，不可说啊。所以他没有办法说，说出来能够说出来的都是正法。所以《般若经》也是这样，实相嘛啊，所以才讲灭一切细论嘛，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嘛，才讲这个啊啊。今说布施等即啊，就是布施行善。啊，那可以得福报啊，那还有无常、苦空等诸法，皆为极灭无是一念故说。那么正法其实就是世俗谛，无正法就是第一义。那第一义不可说，那但是不可说，你怎么样悟第一义呢？要由世俗谛，不依世俗谛不得第一义。那么所以你必须要先透过可证法，
那么能够知无正法，啊，其实是这样啊。那么因为第一不可安立，不可思维，啊，我们叫不可思议，不可言说，啊，我们说世间的一切都是假名安立嘛。那么所以没办法，必须要依世俗地可证处，佛所说的可证处，那么去理解不可证处啊，其实是这样，就是依世俗地去知第一义。啊，龙树也是怎么样？不依世俗地不得第一。好，所以他这里讲，现在做布施、无常、苦空，都是为了极灭无系论故说。你如果执着，像现在讲，啊，常无常、苦苦乐、我无我，这个基本上都是可证处，都是系论。啊，所以这里，但是你不借由这个，你就没有办法真正悟入诸法实相。啊。所以立根者知佛意，不起证，啊，所以前面讲到啊，这有立根有顿根的人啊，那么有立根的啊，那么即使佛讲可证处，他也不起证，啊，他就知道啊，那么顿根者不知佛意，那么佛讲无我，他就执着有一个无我；佛讲无常，他就执着有一个无常，啊，那这个是具体是部派佛教。那么执着佛所说的法，啊，认为，比如说认为苦有一个苦法，苦集灭道四圣地嘛，他认为实在有一个苦法，我们是因为这个苦法才苦，啊，苦不是一种感受，而是一种真实存在的法，啊，就变成这样了，啊，那所以他说，顿根者不知佛意，取向着心故其证。那他跟你讲涅槃，你就只取实有一个涅槃。像这个无为法，像这个无为法有涅槃，啊，就则灭无为，它是一个实在法，啊，它是一个实在法，虚空也是一个实在法，啊，那么所以他讲顿根者不知佛意，取相，取佛说法的法相，那么心执取了，执着了，所以就会有证论，大家都在证呢，啊。部派主要一开始分部派，主要是因为戒律上认为你违反佛的戒律，你这样不清净啊，比如说捉持精眼啊，那么但是后来主要的部派分类都是法证，不是律，不是因为律引起的，而是一开始是实是非法，这个是因为律啊，认为你这样不清净啊，捉持精眼啊，那么后来都是因为法啊，因为我的看法跟你的看法，我对这个法的见解跟你的见解不一样，那和合里面，生和合里面最重要的是见合同解，就是法对于法的，对于法的这个理解，最主要的是要见合同解，然后立合同君，戒合同尊，那个是律上的，啊，那个是其实也是重要，但是是次要的，最主要的其实是见，因为你是依见而成为凡夫跟圣者的，啊，那么如律是为了如法，如律是为了如法。啊，所以佛一开始并没有自律，并没有自戒，没有，啊，因为大家都如法了嘛。那你不如法了，那么才要如律，依戒律、依规范来让你如法，啊，那你就如法了，你就不需用如律，啊，因为你自然如律，就是说，律一戒是为了成道共戒，那么你已经如法了，你已经有道了，你自然而然圣戒成就，你不用去规范你。你自己会想哪里需要去规范你，你就是不会想，我才要告诉你，你要几点睡觉，要几点读书，要几点做早课，要几点做晚课。那你自己一直自律，你自己观念正确，你就会让你行为正确。你观念不正确，所以要先规范你的行为。其实是这样的，如律是为了如法，不是如律就等于如法，不是啊，不是。那么，所以顿根者。不知佛意，取向着心故其证。那我们说部派佛教最主要的就是因为见解上不一样，所以有很多种部，分到18部、23部。那这个般若波罗蜜，诸法毕竟空故啊，诸我般若实相就是什么？诸法毕竟空相啊，诸法毕竟空。那么无证处啊，那么阿含是讲诸法无我。那我们前面说过啊，为顿根者说无我，为立根者说空。无证处，这个是无证处，诸法毕竟空。那可证处呢？啊，就一切法啊，
有相无相，有物无物，有一无一，有对无对，有上无上，啊，那么世界非世界，就世间出世间，这个是可证处。那么毕如果毕竟空可得的，啊，那么可证者不明毕竟空，所以它是无证处。以是故，般若波罗蜜名无证处，就是般若波罗蜜这部经是无证处，其他的经多数是有证处。啊，因为啊，有无二事皆即灭故，不讲有，不讲无。那么有什么，无什么啊？其他的都讲有跟无啊，二分法。有什么，就把人分成两类嘛。比如说人，就人跟非人；天，就天跟非天。啊，那么善，就善跟非善；恶跟非恶。啊，就是讲这样。那么这个就是，那这个到底是属于善还是非善？这种到底是属于人还是非人？啊，那么就开始他。有，因为有就分就有，那有模糊的地方，有很难分的地方，啊，那么如果一切法毕竟空，那没有有无啊，那没有可证啊，啊，其实是这样，有无二事皆即灭，离有无，离两边，离两边，所以一般的世间法都是两边嘛，不是这一边就是这一边，通常都分两边，啊，长跟短，苦跟乐，有跟没有，啊，善跟恶啊，都是这样，好。那这个是第十九个欲说无证论处。好，因为时间到，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啊，这个是第二法门啊，那底下还有第三法门。好，那都是一些名相。好，我们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